现在没有的，下一个的吧。好，下一个，我家这我也做的不行，太那什么了。
六个做的有点紧，六个我做都费劲，还六个小方块哎。我啥玩意拿前面去了？不是，我这卖完的钱拿前面去了，拿屋里去了，笨。拿屋里？那你就说拿屋里去了，拿前面了，我这哪个钱呢？我这都听不懂了都。我说的那谁还查钱不？妈丢啥包算多少？你笑什么吗？糖吗有？不打一堆呗。不打包呗，真有点糖。我这干啥的呀？今天拿五去了，那个他们拿了五啊，完了我拿五炉里头四十万。给那个大豆给豆腐啊，屋里有，我觉得应该是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现在发现不知道。有时候晚上他来的晚上把钱一收，外面卖不了多钱，我就没收拾钱，他又放钱箱里了，第二天归零。这放钱箱里了，他这钱放钱箱里了，不是，就放没装袋儿，又放钱箱里了。装袋吗？今天不装，没装钱那个信封。装信封的？没装。我就放都放那钱匣里了又。啊，我就放钱匣里了呀。今天装的呀。他往那个，我是把钱整完以后，完了查了以后，完了每个都点钱都是俺俩啊，当面一块儿拿。完了他往里头放，我就干别的。